OK，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对焦，对焦，笨蛋，对焦 ，K 破夹。哦，这个是要干嘛？就一个夹子啊，有什么好讲的？对啊，有什么好讲的？好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没有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个夹子是有用处的，好不好？这夹子是来用在这个吉他的身体，不止在吉他，连乌克丽丽都 OK。如果好，没有用 Capo 夹的手，哎，然后要开始唱歌了，哎，这时候如果旁边就说啊，这个 key 太低了，我很难唱得下去耶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我又不会升 key， 我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怎么办？这时候。拿起你的 capo 夹，直接夹上去。他唱多高，就给他夹多高，好不好？他如果这样子，好，先试试看他的声音，不要一次夹太高，哦，不然他会很难看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就直接升 key 了？他说，哎，还是太低。好，你就说，哦 ，walk in 哈。气矿买啊，你就这样子。啊，太高了，然后直接他就唱到破音，哎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大家就这么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 Cap 夹的用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可以升 key， 这样子。那也不是不一定是唱高了，有时候是夹高唱低，对不对？制造那种高音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不只用在吉他上面，乌克丽丽当然也可以用啊，好不好？一样的用处。然后你夹上去，如果他这首歌上面写说，我是升 D， 好，他是本来是 C 嘛，对不对 ？C D， 然后升 D， 哦，这个位置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夹子的话，你可能要这样弹。就变成这样弹，你就要用这个食指来当你的封闭二弦。这时候如果有个夹子的话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有一个食指也不会很难的、啊。好了，那如果对啊，你可以用 capo 夹，是弹得比较轻松啊，唱起来比较愉快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个夹子正夹也可以，反夹可以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就这样，以你的习惯，以你的感觉。OK， 那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吉他乌克丽丽 Capo 夹。